朋友被我堵到了哦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啊，你那天拿电影票给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啦？那你怎么啦？为什么要骗我去看电影啊？我想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拜托啦。明明是你喜欢那个红茶，为什么约我去啊？哎，你在计划什么？是不是要帮忙啊？要帮忙要讲啊，是怎样啦？哎，人家不行呢，男孩子吵架的时候语都不回，你是在学谁？哎，爸是不是？这个啦，怎么了？你自己看呐、啊，午餐跟你一样可口，好想帮你吃掉。今天拆纸箱的时候手指不小心割到，需要咳咳呼呼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这东西是传给你，不是传给我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鬼啦？这什么啦？这是我小时候的梗呢，这个梗你不懂吗？哎，这很幽默。哎，你真的很伪善呢。啊，你明明就喜欢人家，为什么把他推给我？你是为什么这么做？不是因为我看，因我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你回来了？你那么早回来做什么啦？对你爸这么凶干嘛？哎。下次回来就关门，门关会回家。哦，门是我忘了关了。